Welcome to Mandarin Corners, HSK Level 5 Vocabulary Nouns 181 to 210. 第181个, 黄金. 黄金 means gold. 黄金比铁重. 黄金比铁重. 第182个, 灰. 灰 means dust. 汽车上覆盖着一层厚灰。 汽车上覆盖着一层厚灰。 第183个, 灰尘. 灰尘 means dust. 他的房间布满了灰尘。 他的房间布满了灰尘。 第184个, 汇率. 汇率 means exchange rate. 所有经济部门都遭受到这次汇率下跌带来的损失。 所有经济部门都遭受到这次汇率下跌带来的损失。 第185个, 婚礼. 婚礼 means wedding. 我上个月举行了婚礼。 第186个, 婚姻. 婚姻 means marriage. 我的父亲反对我们的婚姻。 我的父亲反对我们的婚姻。 第187个, 伙伴. 伙伴 means partner. 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把欧洲视为重要的经济伙伴。 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把欧洲视为重要的经济伙伴。 第188个, 火柴. 火柴 means match. 这根湿掉的火柴点不出火的。 这根湿掉的火柴点不出火的。 第189个, 机器. 机器 means machine. 它不会操作这台机器。 它不会操作这台机器。 第190个, 肌肉. 肌肉 means muscle. 他试着把钢琴的一端抬起来，结果拉伤了肌肉。第191个, 集体. 集体 means collectivity. 老师鼓励孩子们表现得好一些，不要给集体丢脸。第192个, 纪律. 纪律 means discipline. 一到周末纪律往往松弛下来。第193个, 寂寞. 寂寞 means loneliness. 写作是我排遣寂寞的唯一方法。第194个, 记忆. 记忆 means memory. 我对父母的记忆很模糊。 我对父母的记忆很模糊。 第195个, 嘉宾. 嘉宾 means honored guest. 婚礼就要开始了，请嘉宾赶快入席。
请嘉宾赶快入席。第196个，家庭。家庭 means family。 对我来说，一个男人最有价值的资本是他的妻子和家庭。对我来说，一个男人最有价值的资本是他的妻子和家庭。第197个，家务。家务 means housework。 我们同意分担家务。我们同意分担家务。第198个，家乡。家乡 means hometown。 他的家乡只是地图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城。他的家乡只是地图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城。第199个，夹子。夹子 means clamp。 他用夹子把这些碎片夹在一起，等着浇水变干。他用夹子把这些碎片夹在一起，等着浇水变干。第200个，价值。价值 means value。 我们不能高估健康的价值。我们不能高估健康的价值。第201个，肩膀。肩膀 means shoulder。 他拍拍我的肩膀。他拍拍我的肩膀。第202个，剪刀。剪刀 means scissors。 理发师正在用剪刀剪头发。理发师正在用剪刀剪头发。第203个，简历。简历 means resume。 你的简历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你的简历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第204个，键盘。键盘 means keyboard。 我需要修理我的键盘。我需要修理我的键盘。第205个，健身房。健身房 means gymnasium。我在健身房锻炼了几次以后，觉得身体好多了。我在健身房锻炼了几次以后，觉得身体好多了。第206个，建筑。建筑 means building。 这座建筑的外观像监狱。这座建筑的外观像监狱。第207个，酱油。酱油 means soy sauce。 亲爱的，过街到那个商店去买些酱油。亲爱的，过街到那个商店去买些酱油。第208个，讲座。讲座 means lecture。我们没有必要出席这个讲座。我们没有必要出席这个讲座。第209个，交际。交际 means communication。 他善于交际，认识不少人。他善于交际，认识不少人。第210个，郊区。郊区 means suburbs。 在郊区很安静。在郊区很安静。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请给我们点个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Mandarin Corner。 下期再见，拜拜。